你对我做啥了？注意你的态度，这么久才行，你应该带着愧疚。你能不能说人话呀？你到底对我做什么了？虽然是你有错在先，但鉴于过程不错，我也不打算深究你的错。过程？难道他做完那个了吗？什么过程？装，继续装。昨晚那样的过程。 怎么可能没有记忆点？你本宫既然被臭流氓占了便宜，先逃出去，再宰了他。哎呦喂，小哥哥，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呢，你能不能帮我回忆回忆啊？休想让我错上加错。女人，既然你执意要求，那我也只能勉为其难了。 我看你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你是臭流氓。你以为你谁啊？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出去找人揍你去！回来，回来！注意你的态度，你应该带着愧疚。